而现在开始收拾东西，然后下午的话计划就往外地这边走。哇，我现在快到万宁了，现在是在万宁的离万宁很近的一个服务区，联发服务区。我现在抵达万宁了，然后这个车呢就停在海边的这个停车场里面。那这个停车场呢，就是一天就是封顶是40，每小时8块，封顶40。然后从这边上去就是离这个卫生间，从这边上去离卫生间很近。那现在这地方停车呀，就等于是把这个原来这些路啊，就是把那个门口的那个海边这条路给它封掉，然后你进了这停车场以后，实际上里边的那些停车区域都是连着的，就你就统一都在里边停了，然后出去的时候都统一从那个出口出。这那么弄的话也行，也挺好的。就是你从那个停车场进了以后，你往里边开，里边还有很多的地方啊。你看这边有一停车场，然后这边是卫生间。你住车的时候，你房车还是房车是自驾的话，你住车的时候就可以在这附近住车。然后这边吃饭也方便，都是餐厅。这边这边吗？也有很多车在这儿。而这地方嘛，就是挺好的，因为现在我得把营地扎一下。大家好啊，然后这个走的时候呢，把车门一关就可以了。它上面呢，这个支撑点是两个吸盘，这块呢是两个吸盘，然后你隔着罩就吸在车上，就被车呢不会有任何的损伤，被吸灭。它这个也可以，这个帐篷也可以搭横杆，用这块里用两个横杆。我之前有一个露营的时候呢，用过这个横杆，它是有两个小扣，然后用这个延长杆，它也可以绑这个链接环，都可以。然后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有加固，你可以把风绳蹬下来，这块有风绳，直接坐在门开。没要地围，我没要这个地板，因为地板的话呢，就是你收的时候呢，就是你也得打扫。今天这边没车封，拿两根风绳就行了。然后这边的是车尾围，就防止这个蚊虫啊。现在有两个窗户。那今天呢，就在万宁这边呢，在停车场宿营了啊。一会儿去冲个凉，那边。前边50米出去就有冲凉的地方，有冲一下。
刚才冲了个澡，在这边的那个冲浪俱乐部里边。然后我本来说在他那个淋浴房里边，结果他这个公共淋浴房卫生条件实在太次了，里边特别脏，晚上也没有灯，基本上那个就废弃了。要是大家自驾冲澡的话，我觉得就到这个停车场周边的那个冲浪俱乐部里边。然后那个我问那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说可以洗，然后收了10块钱，挺好的。听听，这会儿还放炮？哎，我这想睡觉，明天儿子来海边跑跑步，啊，到那个游客岛上转转。哎呀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见。